看得见的，肉眼看得见的，我们就可以供养得到的。哎，这两天讲经法会，你们有没有大灾啊？哇，大灾好啊！啊，今天我们大灾就是我们随行的工作人员，我们陈领居士今天大灾，明天法会圆满，我大灾。哎，这叫共现前身众，现前身。请问佛法住世是不是靠僧人呢？哎，扛大旗的，冲锋陷阵，对不对？出家人伟大不伟大？伟大啊！大比丘僧，这里为什么大呢？不是一般的，还不是一般的。像乔成儒，佛陀赐传法轮，第一个证大罗汉的。哎，大家知道吗？乔成儒是谁的老师啊？是大梵天王的老师啊！那你说这个大比丘厉害不厉害？大比丘，那么迦摄尊者是谁老师？知道吗？迦摄尊者是帝释天王啊，玉皇大帝的老师，很厉害吧？我们说国师就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国师啊，他比国师还大啊，天王的老师啊，这个大比丘，那比丘很多意思啊，主要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启示，表面看那破破烂烂，出家人破破烂烂，没钱的啊，吃个饭还得要。哎，像要饭的差不多，但他叫乞士，不叫乞丐啊。乞士。第二，比丘又叫不魔，只要有出家人在，请问魔鬼魔怕不怕？就怕不魔。哎，啊，这个第三，破恶，出家修行人破除一切烦恼。以正慧的观察修饰出世的净法，破除一切烦恼之恶，大致有这三个意思。所以比丘是印度话，翻译成中国有这三个意思。起士啊，起士，不魔，破恶，哎，这三个意思。所以呢，没有直接翻译过来。是我们娑婆世界佛法床的建立者。佛在世，佛住持三宝，佛灭度之后，僧人住持三宝。所以我们学佛的皈依三宝，从僧人处得到皈依，佛法也以僧人而建立在世间。僧人如果没有了，世间还有没有佛法？没有佛法。世间佛法都没有了，你还能解脱吗？解脱不了了，你佛的名字都听不到啊。所以今天能学到佛，能念阿弥陀佛，要不要感谢历代祖师？哎，要感谢历代祖师，要感谢，要礼敬恭敬当前当前的当下的僧众僧宝啊。所以这个大比丘僧前250人聚啊，佛陀成道之后，先度五比丘成阿罗汉，啊，又度耶舍，耶舍这个富家子弟，哎呀，吃喝嫖赌，哎，结果有个相好的，相好的结果怎么样？相好的结果把他给出卖了，那个相好的跟别人好。哎呀，这个富家子弟那个自尊心受到严重的创伤了，哭啊，叫啊，撕了这个撕的衣服叫啊，我伤心啊，我难受啊，就这样跑，哎，跑到恒河边上在那里叫，佛陀在那里打坐，佛陀就招手说：“你过来，你过来。”哎，他说：“我已经熄灭了种种的苦恼了，你来，我也能让你吸出你心中的热闹。”结果跟他一说，他就开悟了，开悟就不回家了，就要出家了。他爸爸妈妈就找，爸爸妈妈是这个大富长者，到处找。哎，结果也找到佛陀这来，佛陀跟他一说法，也开智慧了，就成为我们佛教里第一个优婆塞优婆夷。哎，这个大
当时哎呀拜见了佛陀之后，后来觉悟了，自己儿子发现，哎，自己发儿子在佛这里出家了，那就供养佛，供养他儿子。佛教里第一个什么金色寺庙在哪儿？就在鹿野苑。佛陀第一个讲法的地方在哪？鹿野苑。我们包头叫什么？鹿城。你看巧合不巧合？哎，这个佛教里啊，这个鹿啊，都是过去佛做鹿王，然后佛陀释迦牟尼佛第一个讲经的地方就是在有鹿的地方。包头就是一个有鹿的地方。包头是我们什么蒙古语，对不对？中国话的意思就是一个有鹿的地方。哎，我们在这一个有鹿的地方讲经说法，好不好？哎哎，所以佛陀，我们佛教界里第一个寺庙就是鹿野苑的精舍啊。然后佛陀就在那边，然后耶舍又有50个朋友也来看这个耶舍，说：“哎，这个富家子弟吃喝嫖赌，听说现在出家了，当啊，这个跟着一位老师，他是个老师，有多伟大啊！竟然让这个富家子弟能够，哎呀，抛去五欲啊，降服烦恼啊！他这个人本事多大，我们就看看。一看，好嘞，一去就不回去了，都跟着佛出家了，哎。”然后佛陀然后从鹿野苑再去摩切陀国，路上就经过三迦舍、优楼频罗迦舍啊，那个三兄弟、三迦舍兄弟，就第一个老迦舍啊，有500个徒弟，连师傅带徒弟都收了，师傅都拜师傅。他那个老徒弟优楼频罗迦舍已经100多岁了。那时候释迦牟尼佛才30几岁啊，100多岁的下面有500个徒弟的，就拜佛陀，当时一个徒弟都没带，佛陀就一个人。你看，那过去人有道德吧？哎，有道德。你看他都100多岁了，就有500个徒弟跟着身边，他居然看到这个年轻人有德，结果都拜他为师。他还说。哎，他跟徒弟们说，他说我今天愿意拜这位年轻人为师，我从今之后就做他徒弟，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拜师吗？这500个徒弟说，太好了太好了，师父你太伟大了。啊，就是哎，好了，他这个一拜他为师了之后，前面的法器都不要了，是火婆罗门嘛，把那个法器都丢到尼连禅河，尼连禅河发大水啊，就从上游冲下去了。在下游的那两个兄弟，两迦舍兄弟一看，哎，这不是我哥哥的东西吗？怎么都飘下来了？我哥哥遇到强盗了，还是被人遇到歹人了？赶快带着徒弟都来看，一看就又遇到佛了。一听佛说法，好嘞，这两兄弟又各带了250个徒弟，合在一起又是500个徒弟嘛。结果也都皈依佛，就要全部都善来比丘剃头出家了。所以你看，这就收了多少呢？佛陀就这一路又收了1000个徒弟，1000个徒弟后来到了摩切陀国，又遇到16岁的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不各带了100个徒弟，都皈依佛出家。所以就什么1255人，哎，但是呢，那五个省略不说，就1250人去啊，皆是大阿罗汉。前面比丘是因，大阿罗汉是果，罗汉呢，这个果就应对前面的因。起时，比丘是起时起事嘛，大阿罗汉是什么？是圣人，是应供。前面是布摩，那大罗汉呢？哎，叫哎，这个好就叫什么？就叫杀贼，不单单魔害怕了，甚至能把魔给除掉的呀。大罗汉，前面是哎，前面是这个啊破恶啊，后面呢已经
超出啊，他不仅仅是破一切恶了，他而且已经超断出一切烦恼，叫无生，第三个是无生。所以阿罗汉，他前面有一个大阿罗汉，什么意思？就是说外面你看是出家人是阿罗汉，实在里面都是什么？都是菩萨，都是菩萨。然后这么多大阿罗汉叫做众所知识，这些每一个人的名字哪讲？哦，大家都知道的，都是，哎，都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德行啊，大家都认识，都熟悉的，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又列举一点，列举出来，比如说啊，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俱悉罗、离婆多、周利盘陀杰、南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婆提、宾陀卢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揭宾诺、伯居罗、阿妙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这些闻名世界的这些哎大善知识，像谁呢？像长老舍利弗，哎，目犍连也是长老，列的这些都是长老。岁数也大，戒腊也高，道德也高，这三个全部符合啊！而且这列的这十六位，我们就讲十六尊者。十六尊者，每一个尊者都有很多的故事好讲，从他出生修行，一直到教化众生，最后到涅槃，是不是？这十六位尊者。个个都是人间第一啊！你比如说舍利弗尊者，什么第一？智慧第一。目犍连尊者什么第一？神通第一。迦摄尊者什么第一？头陀第一。最后宾陀卢尊者是什么？福田第一。哎，为什么我说要打斋呢？只要打斋，宾陀卢尊者就秘密的来应供啊！你看，打斋好吧？哎，那也就是，那你们听到这个，你们知道吗？宾陀卢尊者是死的还是活的？那他活到现在多大岁数了？多大岁数了？对呀、啊，汉传佛教来说就3000多岁了。那就是上座部的讲的2558年，那也肯定是2560多岁了，对不对？不是58年了，那不是2558，2600多岁了要。哎，他到现在还活着，你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哎，相信啊。
我们佛教界在中国就很著名的威啊，这个就从周威烈王时代出生的，一直活到唐朝，那位老和尚叫千岁宝长，一直活了1072岁，1072岁，这历史上有记载啊。近代呢，近代有一位活了260多岁，近代有照片的啊，200岁还请到北大去讲课的。哎，那你想，200多岁，哎，佛教界现在还有，现在啊，我有徒弟跟我说，现在有一个老和尚170几岁了啊。前不久我带一个老和尚也是110几岁了，哎，这个都我们佛教界这个长寿的人多的，哎，这里面呢还也有一啊，也每一位都是啊，其中阿难陀尊者，阿难陀尊者是什么？什么第一？哎，多闻第一。那罗波罗尊者是什么第一？密行第一。哎呦，你们都很熟悉。好嘞，那我就不详细讲了。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故事的，包括你像那个难陀啊，我讲那个难陀的故事给你们听啊。难陀很像我们的，难陀是谁知道吗？难陀尊者是佛陀的亲弟弟，亲弟弟，都是净饭王的儿子，但是他不是一个妈妈，请问佛是谁抚养长大的？摩诃波舍波提，对不对？摩诃波舍波提，请问他有没有生小孩？就生的难陀。所以说净饭王之后，本来佛陀如果不出家的话，应该悉达多太子做皇帝的，那他出家之后就轮到谁做皇帝了？就难陀做皇帝。所以难陀就等着做皇帝呢。结果有一次佛陀就到难陀家来化缘呢，托钵。哎呀，难陀一看哥哥来了，那亲自来接钵，接回去。哎，他老婆就觉得很奇怪，今天你怎么会亲自去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哥来了。他盛好了之后亲自给佛陀送去，但是他老婆就是两个夫妻非常恩爱，恩爱到什么程度知道吗？形影不离。就连难陀送一个钵，他老婆都说你快去快来啊，然后舌头上点了点水放在脸上，说不能等我这个水干了啊。你看你们这世间夫妻恩爱有没有恩爱到这个程度啊？哎，那是说不能等水干了我就要看到你啊，哎，否则我会想你的。哎，结果佛陀看到他钵拿过来之后，佛以神通力啊不接，佛陀就这样退到金舍去了。他一直追要给佛，结果一直就追到金舍里。到了金舍里，他说反正到你房间了，你不接我就放在你房间，掉头刚要走，佛陀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吧，你出家吧。他说我出家，我他也不好意思说，佛陀讲的是这个语言呢，很奇特的，佛的这个果报就是这样，佛说一，没有人可以说二；佛说是，没有人说不是。哎，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哦，学佛教这样哦，学佛师父就说一拜，你们到时候哎一拜还送两拜，啊，这么客气。佛说一，哎，师父说一拜，哦，你说啊，依教奉行，知道吗？哎，师父说一，你不能说二的，知道吧？啊，所以佛当时说你不能回去了，他心里想，我老婆等着我呢，我还要回去做皇帝的。哎，结果佛陀说，哎，你们来这个侍者把他就是门外把头剃了，穿上袈裟。结果佛陀这么一说，他也不敢说那个，但是跑到外面别人要剃头的时候，他就是压低声音跟那个剃头说：“你们不能给我剃啊，我以后做皇帝的，你们不能乱剃的。”结果他们也是依教奉行嘛。管他的事，佛说要剃那就剃啊，就给他剃掉了，袈裟就给他披上了。
这但是他这个，你说他这个剃了头穿了袈裟，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完全不想做出家人的，他连半天也不想做出家人的，他老是就想着办法要逃回去，但是无论如何逃不出佛的眼睛，支撑不开。所以包括佛教他扫地好了，这扫地，他说好，我听话扫。他说我扫完地我就偷跑，但是怎么样，他刚把树叶子扫到一块，一阵风又把树叶给吹掉了，他还得扫扫扫扫扫，哎，结果就是连风都跟他开玩笑，树叶子扫不到一块去，因为他想的什么，他说我把它扫好我就偷跑，所以这个树叶都不往一块去。扫到后来实在气了，把扫帚一丢，他说我不扫了，我回去我做了皇帝，我派一点义工来给你们打扫，我在这边坐着，我派我下面的这个佣人多的是，我叫他们来帮你们扫，哎，结果也跑不掉，他从后门跑，哎，结果佛陀从后门来了，他躲到树后面，结果树还让开了，哎呦，这个简直是没办法，连树都不让他躲，你看树都不让他躲，把他让出来。佛陀说你干嘛，他一看到佛陀，他又不敢说我偷跑，他就又跟着佛又回来了。哎，结果佛那天看他实在是那个，那佛陀说你看我带你去善财星后花园走走好不好，好，我正要善心呢，我实在太烦恼了。结果到后花园之后，有一群猴子在那树上爬上爬下玩，这树边上呢有一个老猴子也爬不动了，有一个老母猴，赖皮猴，眼睛还瞎掉一个啊，都老的，牙也掉了，眼也瞎了，皮也赖了，爬也爬不动了。然后佛陀就问他说，这个老母猴跟你老婆哪个漂亮啊？那个难陀一看说，是这怎么好比啊，我老婆印度全第一美女，跟这个老猴怎么好比啊？哎，那佛陀就跟他说，哎，我要不要你跟我去开开眼界，上天走一趟好不好？他说还能上天呢，说佛陀本事就是这样，释迦牟尼佛伟大吧，要上天就上天。你看他说你抓紧我衣服啊，眼睛不要睁，我叫你睁眼你再睁眼，他抓紧了之后，然后就腾空起来，哦，只听耳边风声，过一回静下来了，佛陀说可以睁眼了，眼睛一睁，哇，真的到了天堂了，哎呀，那个东西都是光的香的，哎呀，那个金碧辉煌的啊啊，然后这个看了简直目瞪口呆啊，佛陀说我在这里你自己走走看，好像步行街一样，自己走走看，好，他就走了。我看着这个天宫里面500天女，个个哦天仙呐，那了得，服侍了天主，每一个宫殿都是这样热闹的，里面哎呀快乐无比啊。结果哎，走到一个宫殿，冷冷清清，声音没有，再一看500个天女在打瞌睡，他就跑凑过去问了，他说哎，别的天堂别的天宫都很热闹啊，你们这里为什么这么冷清啊？他说啊，你们不知道啊，我们的主人呢、啊、现在还在地上呢、啊，他刚跟着佛陀出家了，等他死了之后就到这里来，我们500个人服侍他的。他一听什么服侍我的，偷乐得不得了，跑回来到佛陀边上来了。佛陀问他怎么样，看到什么了？哎呀，我就看到很多天女，长得更漂亮了。说怎么样，那个天女跟你老婆比起来哪个漂亮啊？他说那怎么好比呀、啊？那要比起来，那我老婆就像那个老母猴一样啊。从此之后难陀再也不想老婆了，他就等着这500个天女来服侍他。哎，你看，所以这个啊，这个难陀的故事都很多的，我就不讲了啊，到此为止。我们就是哎，我们这是财色名食睡啊，哎呀，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对不对？啊，那出家修行还得了，至少升天的。哎，那要懂得极乐世界，那念阿弥陀佛，你看暗号一样，手机号码一拨，南无阿弥陀佛6个号码，就直接去极乐世界。你看
观音菩萨来接引，你看圆通快递，跟你们一个娑婆世界就跟快递到极乐世界去了，好不好？佛法太伟大了，佛法伟大到我们整个我们没办法，我们整个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去思维佛的伟大，佛法的伟大啊。前几年我到英国牛津大学啊，有一个学院去到那边讲课，我就讲阿弥陀佛。我说阿弥陀佛比牛津38个学院所有教授加一块，我一句阿弥陀佛就超过他们了，是不是？所以你儿子女儿什么在清华啊，在北大啊，在剑桥啊，在牛津啊，在哈佛啊，不稀奇，不如到这里我们观音寺来听个经。就超过他们了。这3天你们能够在这里听的这个毕业证呢，那可是他们那个是铁牌的，我们是金牌毕业证啊。好，这16尊者每一个尊者都有很多故事的，这些尊者啊，那后来难陀尊者又改变了啊，后来佛陀又带他去游地狱，又看到地狱的苦，断除轮回的心，不贪世间的福报而修行了，唯求三界，求出三界而修行，后来成为啊佛教界的也是这个大长者啊。这个里面有你看难陀，后面阿难陀，阿难陀呢也是佛陀的弟弟，堂弟。佛陀的父亲是净饭王啊，净饭王的兄弟叫甘露饭王，那个阿难陀就是甘露饭王的儿子啊。他们等于是我们怎么说，是堂弟还是什么表兄弟 啊堂弟啊，是堂弟。那罗诃罗尊者呢，罗诃罗尊者是佛陀的儿子。这个儿子哪来的？这佛陀不是那个人，他要出家，爸爸不同意，他说我香火都没有啊，怎么行啊？结果他手一指这个耶稣的肚子，他说他就怀孕了，手一指一道白光，耶稣陀罗就怀孕了。所以佛陀出家之后好几年，罗诃罗才生出来。所以别人都传说说，你看到悉达多太子修行去了呢，然后耶稣陀罗呢跟别的男人好了呢，就是冤枉不冤枉？很冤枉啊！那为了证明这个怎么办？过去人最重名节嘛，他就把火烧起来，然后说：如果我这个儿子这个罗诃罗不是悉达多太子，我跳到火里把我母子俩都烧死了。啊，如果是的，母子无恙，平安。要跳之前，就点了个香。我们那个戒定真香为什么叫耶稣陀罗啊？对不对？昔日耶稣陀罗，就是讲的这段故事。所以我们每次点香就是这个意思。他点香就祈祷啊，悉达多太子啊，你要证明我的清白啊，这个罗诃罗是你的孩子啊，这样。结果往火里跳，那个火当下灭掉。那个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个罗诃罗啊，不是别人的孩子，是悉达多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会在妈妈肚子一蹬蹬了6年呢？为什么？过去做小孩，以前是做小孩的时候好玩，把老鼠洞塞起来了，塞了6天。果报就是他在妈妈肚子里被堵了6年，因果厉害不厉害？因果很厉害啊！我们要不要戒恶？戒恶修善啊！所以这里面每一个里面啊，故事很多的啊。下面那、皆是大罗汉诸佛知识啊，这16尊者。16尊者啊，我们这个有的佛殿里都有塑啊，都有塑啊。一般我们这个16尊者在中国呢，又加了2位
啊，这个变十八罗汉啊，十八，就是在我们佛教里基本上指的是这十六尊者。如是等诸大弟子啊，都是佛的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啊，大菩萨，还有这个法会当中现场还有这样的大菩萨，像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犍陀柯提菩萨、藏经净菩萨、如是等诸大菩萨，就举了四位。四位第一位是谁呀、啊？文殊菩萨。在声闻缘觉当中，声闻众当中，舍利佛是智慧第一，也就是权啊、权位的是智慧第一。文殊菩萨呢是十位的啊，是大菩萨里面啊智慧第一。阿逸多菩萨呢是谁呀、啊？大慈弥勒菩萨。犍陀柯提也是印度话，这里面很多都是印度话。犍陀柯提在中国什么意思呢？叫不休息菩萨，不休息，无量劫以来修行不休息。哎，那下面呢就是常精进菩萨，无量劫以来常精进。念佛要不要常精进呢？念佛要不要不休息啊？哎，念佛要不休息，世间人呢，哎，做生死轮回的业不休息，搓麻将不休息。但是我老实问你们，你跟世间搓麻将的人，是你精进还是他精进？老实说，他精进啊。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念佛念一天一夜不睡觉的？搓麻将搓两天两夜的都有，对不对？你看那个卡拉 OK 半夜三点钟还在那唱，是不是？你有没有念佛堂里三点钟还在唱的？没有啊。我们三宝弟子闻思修行要不休息，要常精进啊。哎，至少我们要比那个凡夫，比那个杀猪的、杀鸡的，那杀猪杀鸡半夜就起来了，对不对？哎，那我们呢？我们要比他精进一点，对不对？哎，有时候比一比就很惭愧啊。为什么印光大师说常惭愧啊？要不要惭愧啊？要惭愧啊！啊，与如是等诸大菩萨。是不是就四位啊？不是啊，四十位、四百位、四千、四万、四亿也不止啊！啊，几十提欢音，十提欢音是天众的代表，三十天天主、玉皇大帝，又等又这个等等，是不是等我们一下等？
不是他们的，对，这是像这样的天王啊，无量诸天大众，不但娑婆世界、此方世界，乃至他方世界，过去、现在，在佛的意识当中，请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讲经说法，玉皇大帝知道不知道？哎，我前几天就说了，我说我们讲经说法啊，要下下雨嘞，今天有没有淋到？哎，昨天彩虹又没看到。哎，你看好事都被我遇到了，昨天佛光照，今天甘露灌，对不对？哎，你们回去，昨天是第一天听经嘛，回去怎么样？业障消得怎么样？有没有消业障的现象？哎，好，恭喜诸位啊。哎，这个就是这个序里面的这重的一个内容，下面一段也是序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仅现在说法。到这里才真正的佛说阿弥陀经的序才真正的全部拉开了，所以这一直到这都属于这个阿弥陀经的这个序。这一段序是佛专门啊对着舍利弗这个当机众人说的，这里面没有人出来请法啊，不像其他经典，谁要偏袒右肩，和尚问佛世尊怎么样，对不对？这里没有，这里是佛，哎，尔时啊，以舍利弗这样子从16岁就跟着佛陀的，在众中智慧第一，也是替佛宣扬的，平时连那个罗诃罗尊者出家都是舍利弗给他的剃度的。当时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是替佛收很多徒弟的，所以我们中国你看啊，释迦牟尼佛两边站的侍者是哪两位？迦舍阿难。但是在印度，在包括在西藏，佛陀两边站的跟我们不一样，站的哪两位？站的就是舍利弗和目犍连啊，所以这个很多都是啊舍利弗和目犍连的啊，这个包括像那兰陀大学，大家知道那个佛教里面第一所规模最大的大学啊，玄奘大师1300年前去学习的地方，里面有学生好几万人的，大学几十公里范围。那个那兰陀大学哪儿？就是舍利弗尊者的家，那就是他圆寂之后，他的弟子们为了纪念自己的老师，就在那里修成寺庙，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成为那个啊。所以这里面告舍利弗从事西方，这个从事西方什么意思啊？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从这里，这里是哪儿？娑婆世界，从娑婆世界向西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啊。所以这个经文从这边就开始进入这个要进入主题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教主名字叫阿弥陀，现在在说法。这个现在在说法，请问我们此时此刻阿弥陀佛在不在？在，在。哎，所以他不是指过去佛，也不是指未来佛，他住在还在的。这个极乐世界虽然说离我们这里有10万亿佛土之遥，一个佛土
像我们娑婆世界佛徒很小很小，只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的佛徒还不止一个两个三个有的是恒河沙个三千大千世界合成一起的唯一佛徒。所以可以这么知道，十万亿佛徒，我们就平均好了，就算一个佛徒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好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一个银河系好了，那你想这个距离多远啊？远不远？极乐世界离我们这远不远？从物理距离上是很远的，从心，从我们的佛性的距离上不远，对不对？叫咫尺西天，对不对？但是佛从这里讲，是讲是一个，佛陀这里讲不是比喻，它是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一个极乐世界。所以要去靠什么去？靠什么去？哎，那所以念佛是不是要念心呢？修行是不是要修心呢？不是靠走去的，也不是靠坐轿车去的，火车火箭都去不了，坐光都去不了啊！昨天讲了，现在算，所以一个星系和一个星系之间要150万光年，如果按这个算10万亿的话，那要1500亿亿亿光年啊！我这也不知道怎么讲了，哎呀，就坐光都要那么多啊！我们的寿命根本不行的。光我们现在人类知道的速度最快的就是光了，1秒钟30万公里，一秒钟绕地球7圈半，快吧？哎，但是就这么快也不行，去不了。只有什么？靠心。那佛要不要来接？接。那佛怎么接？怎么接？那怎么接我们的心？心靠什么接？我拿手能把你的心抓来吗？能不能？不能。佛叫以心印心啊。前面讲了，佛教要不要有传承？要有啊。心心相印啊，心心相印啊。我们去也不是靠脚去，佛来接也不是靠手来拿你啊，这就是靠心啊。心和心通了，就是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就通了。为什么我们念佛念来念去不相应？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没有相应，对不对？叫没有感应道交。如果心和心相应了，哎，那就是趋神避情，如壮士趋神避情啊。所以这个经典的序到这里再真正的拉开了这个序，请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七重蓝绳，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度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车具饰诸玛瑙而掩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个里面你看，就介绍详细的开始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世界？但受诸乐，无有诸苦。我们娑婆世界怎么样？我们娑婆世界怎么样？
我们说过世界叫三苦八苦，对不对？所有一切都是苦，是不是？你说我明明我很快乐吗？快乐会失去，叫什么苦？叫坏苦。苦叫苦苦，快乐叫坏苦。你看，苦苦坏苦，哎，还有种种的三苦八苦，无量种苦。那个极乐世界呢？苦这个名字都听不到的。作为这个国土啊，极乐世界，佛是这个教主，极乐世界的教主。极乐，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人要抢去极乐世界？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苦，他那边乐，对不对？我们人是不是都想离苦得乐的？人都是想往高处走的嘛。哎，那怎么证明他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高呢？不仅仅快乐，就从物质上来证明好了。那个世界七宝充满，我们现在用现代科学的分析，请问七宝哪里来的？七宝哪里来的？知道吗？我们黄金白银哪里来的？在座的有没有戴戒指的？戴戒指，戴金戒指、金耳环的？黄金白银铂金哪里来的？知道吗？哪来的？土地来的？怎么形成的？地球上啊，你学过元素表的啊，几十种元素，但是金和银这些重金属它产生，科学家告诉我们是要相当于太阳这样的一个恒星爆炸巨变当中才会产生重金属，稀有重金属。哎，那我们这个地球呢，我们太阳系到现在形成以来只有150亿年，是一个很年轻、年纪很小的一个 星球，所以黄金白银很少，所以黄金白银很贵，对不对？那极乐世界怎么样？极乐世界那里黄金白银不稀奇，满大地都是的。啊，就像我到满洲里边上啊，那有个大草原，我们走到那个大草原，满地都是玛瑙，满地都是玛瑙。你们内蒙出玛瑙吧？哎，满地都是玛瑙。极乐世界就是满地都是黄金，黄金为地，啊，七宝充满。所以说，连盖房子都用的都是这个材料。我们盖房子的钢筋混凝土，对不对？水泥、洋灰这样弄。极乐世界盖房子直接就拿黄金、白银、珍珠、玛瑙、珊瑚、琥珀盖房子，那盖出来舒服吧？哎呀，你看盖起来连装修都不用装修的。哎，七宝合成，七宝合成，这是从物理世界啊，我们是从俗底上，哎，这样讲啊。还有是佛法有俗底的，有圣义底的，啊，从圣义底上来说，阿弥陀佛啊，是通过报身的修法而见到的土地，而见到的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又分几种。又分四个土，极乐世界分四土，哪四个土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去极乐世界还分这四个频道呢，啊。
你比如说我们地球上我们这些人比较还有烦恼的，但是哎，很有善根，听到这佛法能遇到善知识，能遇到，然后就非常听话，依教奉行。哎，得善知识摄受，叫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念阿弥陀，叫你念观音菩萨你念观音菩萨，叫你念地藏经你就念地藏经，哎，你就很听话，有好徒弟。死了之后为佛光摄照，虽然见思二惑未断，但是你身心跟善知识相应。善知识是谁啊？善知识是谁？善知识是谁？哎，善知识就是佛来接引你的钦差大臣，是不是？哎，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为什么就佛法越来越衰落了呢？衰落就是我们我慢功高，然后对三知一看，哎，你不是一个凡人吗？我为什么要信你？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心要给你？你心不给出来，心怎么相应啊？心怎么相应？心心不能相应，你跟极乐世界就缘不成熟。所以叫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第一个大的善根就是信，这个信是最不容易的，很老实说最不容易的。虽然我们讲经啊，大家都说哦，师父在让你讲经，我们都在听。我要真考验我们心，我们要真的相应。我们现在讲经啊，我是扮演的是一个讲经的人，我只是给你们讲解啊。但实际上生活当中，你要遇到善知识，你要跟他心心相印，请问这个本身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哎，你就是好嘞，你两一家子过日子好嘞，啊，丈夫啊妻子一辈子过几十年，有可能心还不相应的，不要说看不见摸不见的佛法嘞，无量光无量寿嘞。就是有亮光有亮寿，就看得见摸得到的话，那两个人心还不一样的。你要吃大葱，他要吃大蒜；你要吃擀面条，他要吃什么？哎，馍馍。你要吃面条，他要吃馒头。哎，都弄不到一块去。哎，看不见摸不到的，还那么默契，难不难？真难的，修行苦修就在这里的，你不经过苦修能不能成就？哎，没有一个成就不是经过苦修。苦修苦在哪？不是说没吃的没喝的，哦，不是说冬天没衣服穿，是指心心相应是很难的。哎，所以心相应之后啊，你听了他的话，你有修文思修，哎，在楞严经说入三摩地，一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出于闻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进去之后的这种境界，这个境界，这个时候啊，讲到就像一个人，你入了这个境界之后，你身上的精气神呢，就都不一样了。你往那一定，定在那里，哎，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了，然后你的这个生命世界，你的生命世界就展现了像极乐世界的那种状态了，啊，七重行树，七重罗网，七重，哎，这叫什么？这个叫坛城，极乐世界也叫佛国，也叫坛城。啊，我们这个内门看坛城最方便了。内门你就要看那个他们那个喇嘛教啊，藏传佛教的，你看内门的佛教那都有坛城的。我们在呼市看到那个大昭，哦，好多坛城，那个坛城代表就是佛国，就代表是净土。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坛城，一重来一重来，那是什么？那是修行的一种境界，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才是真的。
我们眼耳鼻舌身看的才是假的。所以观音菩萨叫我们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因为这些是虚幻的。然后也就是说，你看凡是通于途，方便有余途，十宝庄严图、长吉光图，这个都是相应于修行的境界。所以这个报身又叫受用身，修行之后然后产生受用，通过报身而进入到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法门属于什么？属于大乘密法啊！跟你们讲啊，有的人我念佛的，我不喜欢密教。念佛的就是密宗，知道吗？在小乘里没有阿弥陀佛的。哎，此方极乐世界，此方释迦牟尼佛所显现的，也是没有阿弥陀佛这个角色的。那为什么佛陀要跟我们讲阿弥陀佛？这是一种微妙的境啊，微妙的世界啊。从这个物理空间上来说，在华严经里，华藏海微妙的华藏佛刹里面，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还同属一个频，还都属一个频率，都属于第十三个层阶级，第三阶级的分，就是说还同属一个频道，但同一个频道的世界就这么微妙。这个宇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啊。昨天我给大家放了看的那个，你看那个宇宙，最后银河系看起来在整个宇宙里面，银河系就像一粒沙一样啊，不要说我们太阳啊，银河系都是沙一样。那我们的银河系多少星球啊，多少恒星啊，多少个太阳啊。那我们人在这个太阳系里，我们人又在地球上，就像一粒尘埃一样啊。哎，